做什么女强人，我看你就是心理变态，还说不跟我们来往啊！我老实跟你说，我还怕你身上这个歪风邪气啊，带坏了我的孙子呢。姐夫，你今天怎么回事啊？你有气就往我身上撒，不要为难我的儿子女儿。我也要玩，迪迦是我的好朋友，你先问问迪迦想不想跟你玩，让我玩一会儿。来，受伤了吧？啊，没事吧？妈妈，他欺负我。哦，那抢你玩具是不是？球球，把迪迦还给迪迦。别打架呀，你们！哎呦，给球球玩儿啊！跟孩子较什么劲啊？你们再买一个不就完了吗？小孩就能抢别人玩具啊？你凭什么我们就得给你啊？你自己给他买一个呀？不就是个玩具吗？至于吧？我们大老远过来玩的，你们就不能让让我们啊？你跟麦晨早是亲戚，我跟你熟吗？凭什么要让你啊？行了，别哭了，畜生！你吓唬孩子干什么？麦晨早，你从小吃我家的，住我家的，现在长大了当律师了，了不起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是我的孩子，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，用不着你来管我怎么叫孩子。你放尊重。好呀，你小心啊，我把你小时候那些黑料都抖出来告诉你全家。好，你不说我看不起你，来。哼什么哼呀！好好了，不哭了啊！来，爸爸看看。哎呦，走吧，走吧，丁丁，好不好？走吧，走。不哭了，自己玩啊。小枣，你是叔叔哎，你应该知道亲啊远啊里啊外啊的，快道个歉。不用不用的，都是一家子，没那么严重啊。小枣，快道个歉呀，阿月。走。哎，金明，我想了想，我家亲的事情实在是太复杂了，我不想让你掺和进来，你在门口等我吧。好，那你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。放心，妈妈早就跟你说过了，那是大姨姨父把你从小养大的，那等于是半个父母，我们要知道感恩啊。你现在长大了啊，你报恩的时候到了，快道个歉呀。小枣，叫你道个歉怎么了啊？你不听话呀？妈妈叫你道歉有这么难吗？小枣又怎么了？要让我弟弟道歉啊？我闺蜜都跟我说了，就是两个小朋友互相吵吵闹闹的，这很正常，但是一味的纵容那就不对了。如果家长不教育的话，以后到了社会上，那可就是别人教育了。刘婉玉，现在是女儿儿子联合起来欺负我们了是吧？老方，你就不要火上浇油了。小枣，你今天不道歉的话，就是明摆着妈妈教子无方。那行，那妈妈帮你道歉好吧。姐夫、姐姐、方姐，算是对不起。妈，你这儿干什么呀？你不要以为我受了他们家多少恩惠，姥姥走了之后的那几年，我不是不记事儿的小孩了，他们那是照顾我吗？妈妈，你为什么总是下意识的都觉得是我不对？你从来都没有给我解释的机会，你知道这些年我受了多少委屈吗？我在这个家就是不重要的，对吧？小的时候是你把我送回老家的，是你不要我的。现在
我也没有必要待在这个家了。蒋导，姐，对不起。哎，蒋导。爸，看出来了吗？合着人家家里跟我们演戏呢，一个大老板，一个大律师，明显的就是看不起我们呀、啊，看不起你，明说呀，讲那么多大道理干嘛呀？方杰，方杰，你不要再说了好不好？这么大个人了也没个脑子，你生怕一家人不吵架对吧？小的时候是你偷的钱，然后你让小枣背黑锅，你敢跟大家说吗？小的时候你起头带着大家一起欺负小枣，你敢认吗？欢欢，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？妈，小枣她一声不吭那是因为她懂事儿，她周全，但是不代表她一直要这样被欺负的。小枣没事吧？志明哥，我没事。麻烦你一会儿跟我姐说一声，让她不用带起我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小的时候你们一直照顾小枣，我很感谢你们，所以这次来我们很欢迎，我们也非常周到的在接待你们，但是凡事都不要太过分了。我们虽然是亲戚，但是要互相尊重，有一个分寸感的。如果你们实在觉得在这里住得不舒服，想回家的话，那请便吧。麦承欢，你敢这么跟你长辈说话呀？你能不能消停消停啊？刘婉柔，刚搞清楚你是谁家的人，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姨父，你能不能不要这样跟我大姨说话？麦承欢，快30了吧？啊，不结婚，不要小孩，做什么女强人？我看你就是心理变态，还说不跟我们来往啊？我老实跟你说，我还怕你身上这个歪风邪气啊，带坏了我的孙子呢。姐夫，你今天怎么回事啊？你有气就往我身上撒，不要为难我的儿子女儿。我这样骂你了。早年你一个人来上海啊，生的儿就在我们家养，那些年你是不知道，老的小的全是我和你姐在照顾，在他身上我花多少钱你知道吗？阿姨一直给我们家寄钱的，你不能不认账啊。那才几个钱？那才几个钱嘛，他们现在发达了就翻脸不认人，要赶我们走连起情分都不要是吧？行啊，那这些年照顾老的小的花了这些钱，花了这些时间精力，全部拿钱给我补回来。你要不补的话，我就住这儿不走了，下半辈子要你们来养。干什么？私闯民宅是违法的，你们想进公安局是吧？不是你谁啊？我们都不认识你。我看私闯民宅的是你吧？我是谁？我是这房子的产权人。什么产权人？啊？这房子不是刘婉玉的吗？你唬谁呢你？白景欢，这房子谁的？这房子他是房东，我们只是暂住。三分钟，再不走我就报警。走就走，不稀罕。走。刘老师，走了。阿姨，这次真的对不起了，不是这种事，我不好意思。